观赏上过年的假期，我们有一个长假。对。所以你去年好不容易跟他争取到去什么？去长滩岛。长滩岛哇，好玩哦！所以你就后悔？对，我后悔，因为他本来是不要让我过年去，因为他觉得过年好贵，过年一个人3万多，很贵。然后平常多少钱？如果是平常，我跟你讲，一万多。没，那一次呢，我们农历年。熬不过他的耐心，因为他是急死，他是有一句话，我说你为什么要熬在过年的时候去呢？过年特别贵，加钱加得不得了。他说我不管，我就是不能等，我等不住，我不能等。我说那所以你一定要愿意花多花很多的钱，你才能够满足咯。说对，我就是要这样。我说好啊，那如果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，如果我要熬下去，那就是家庭革命的问题。我说那就花吧，所以一个人3万多就去了。去了一回来，过两天报纸的广告一看，过年后的价钱9999。对，差很多哇，然后是一价。对，让我最后悔的是还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去到那边，哇，到时候说我可以跟你合照吗？耶，然后走到哪里耶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在观光。从到桃园机场开始就一路照出去，对，然后一路照回来，然后最后以前还会说，哎，我们合照一下，反正我底片剩了，丢那个洗了，丢了也是丢了，对，照。对，所以个人的际遇吧。一定是找亚兰照，没有人找曾先生照。哎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而且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饭店门口吃饭嘛，然后就有人来跑来跟我说，亚兰可不可以跟你合照？我说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如果没跟你老公照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对，你不要这样说，然后就走嘞。这一句驳我一枪。那你今年计划是什么？你居然带全家去澳洲啊？那就我们过年过年过年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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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过年后开工的那一个礼拜我就走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调成原价。是是，哎，今年爆热，我跟你讲，到现在那个位置全满，排不到机位，全满，很夸张。还好我们抢到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大概花下来，我想我们一家四口带2个小孩嘛，嗯，30万可能要30万。对，我们光机票光机加酒就快20了。对啊，就快20，因为我们自由行啊，我们都自由行。自由行，你会愿意让他们母子吃饱吗？就我要看当时的物价，让他们母子是随意吃什么去澳洲的。朵琳哥，我跟你讲，他都是这样子，当去看当地的物价，然后才评估要吃什么。像我们去泰国呢，物价比较稍微低一点，我们就吃路边摊。那如果呢，去关岛物价太高，我们就坐在 Seven Eleven 旁门口吃三明治，Seven 的三明治。朵琳哥，我们现在有升级了，我们现在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，有升级了，因为比较好点啊。再跟他比说，哦 ，this one 就 OK。也对也对，一号餐跟二号餐嘛，不用啰嗦，比较好点。是，路边摊不好点。所以过年年假时间很长，我们也要去这个去有到一些地方去走春，然后去接一点喜气回来。对，来这个哦，喜气方这真的要请教冠宇老师。老师今年哦，从初一开始哦。能够招来好运的这个时间跟地点是哪些地方？我们今年呢，在新年的年初一的时候，我们要招年初一招好运的时间跟地点，我们给所有的观众朋友记得哈，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啊。如果你要怎么去引起这个喜气，能够让这一年开运满满的时候呢？第一个时间，早上5:55到6:25，这么早，这个时候就要出门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出门对，或者是你要去迎财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我都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说，在这个时间来做行九级功礼。哦，行九级功礼，把它身体形成为 U 是最好的一个东西哈。人的气场都是 U 在吸纳的，你看我们。健康型健康版的是被吸气的，所以你U的时候，哎，把所有进来就像过来礼貌。初一早上5:55，哎，你要出行，对你想要出去，但是在晚上除夕夜过凌晨12:15到12:45是最好拜天公，对啊，对，所以守岁要睡就守岁，守岁就守岁哦，对，过大人守岁都不能睡的，火炉在那边也要守到隔壁天亮。为什么讲恭喜恭喜啊？你不是吧？哦，恭喜恭喜嘛，我猜对吗？所以以前就是你求好运是守岁不能守，因为怕那天年兽会咬人，年兽会吃人的，所以你这天晚上守岁看着炉火看到天亮啊，不然就中午啊太早你就没有睡好，你就不行，你就用中午11:35到12:05，对，只有2刻钟啊，这只有30分钟而已，所以用这个时间哎准备出国去旅行，或者到哪里地点上可以像自家的财神方。自驾财神方在哪？今天呢，我们在家里面，你哎，这个是往那个方向走一下。奇门遁甲的方式是，你要往那边走个10几分钟，我一直往那个方向走，就是接那个喜气。所以这一天初一在正东方，就是一个财神方，能够带来很旺的一个喜气的。来，我要老
老师马上来帮大家做一个塔罗的测验喽，我们就来测一下呢，在新年期间我能够享受这个富豪级的待遇。对，来一在过年期间呢，看一二三组选一张牌，看哪方面有富豪级的待遇哦。好，来昌明，我就选一号。一号，好，亚兰，好，我要选五，五福临门。好的，黄富老师，我要选二。好，那我就选三。美玲老师好，美玲老师有五。好，小何，我也选二。这都没人选啊。四周年留给你啊。对呀、啊。四周年留给我喽。对呀、啊。事事如意，事事如意啊。好，大家都选好了哈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昌明哥跟观众朋友一起选的，哎，这个运气豪华。这个是贵人富豪级，在贵人来的都是富豪级的，绝对不是一般的贵人，都是对你人生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他也是有钱有势，有权可以帮你成功的。哇，太正面了，太正面。好好，那我们来看黄老师跟笃林哥四十分。哦，这个是朋友是富豪级，就你的朋友都是富豪啦，就是我啦，可以帮助到你啦。然后呢，多跟他们来往啊，交往一些意见啊，或做生意的想法，说不定也会让你有一些赚钱的机会哦。好，来看中间这个陈老师跟观众朋友选六十分，哇，这个也不错哦，这是桃花富豪级，太太是富豪级的啦哈。那观众朋友选到呢，你的女朋友、男朋友来的桃花好运全部都是富豪级的，所以在过年期间也会认识不错的对象哦。好，来看静晨姐跟观众朋友呢，哎，这个是二十分，没关系，我能气死哎，只是快乐是富豪级，快乐是富豪级，吃很多瓜子啦，开心果啦，你就好好听交响乐就好了嘛。对，其实是快乐的意思，而且一切都很顺利，也很平安，也很好哦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亚兰跟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一起选八十分，耶！哇，好棒嘞！这个是财富富豪级的，得到的钱、红包都是富豪级，得来的好运啊、赚钱的机会也都是富豪级，所以观众朋友选到这里也要恭喜哦。你这个有准哦，有准，因为亚兰马上就得到十万的红包了，没错，没错，好耶！这边贵你啊。红内裤，还有开运的橱柜包哦。文老师，想要老公包大包，一定要有豹纹红内裤。想要老婆更爱你呢，也不要忘记呢，就是有金钱黑豹的红内裤，让你整年都豹纹暴赚，大赚钱哦。是的。给幸运的观众朋友，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951098888，快点打喽！谢谢观众朋友，明天一整年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请准时收看《命运好好玩》，拜拜。我是薇薇安，明后两天还有下个礼拜一，2月13号、14号、15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呢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可是非常旺盛，在这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，桃花运势非常好，而且另外一半也跟你非常情投意合哦。双子座的朋友也不赖，有机会遇到很好的对象，一定要把握。巨蟹座的朋友工作运很旺盛，尤其是在偏财方面也不错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心了。天秤座的朋友可能会遇到烂桃花，一定要谨慎选择。天蝎座的朋友呢，情绪上面有点低落，工作情绪也没有很高。而射手座的朋友呢，一心想要游玩，因此工作的情绪呢也没有特别的兴彩、兴高采烈哦。另外，不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：火象朋友呢是灰色系，最佳数字是5；土象朋友呢是黑色系，最佳数字是4；风象朋友是白色系，最佳数字是2；如果你是水象星座朋友，则是金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0哦。